那正式比赛即将开始，我们看到我们段峰同学啊，在为我们服务，哈哈，为人民服务。再往今天走，多进球。好，谢谢段峰也进球啊，我们世界波多来几个。往再往边看一看吧，这边有点小，直接大边吧。好的，现在真的是大场啊，连那个边线都已经拓宽了，非常的激动人心。兄弟们都会有漂亮的发挥，精彩的发挥。起稳了 ，nice， 来我学还有，没力量，刚刚想着翻的太强了。
这个是我的吗？没事 OK 接接。别管他打你路，起码吹个也行了，是吧？哦，行，大的是吗？小点，小点。太大了。前点后点Thank you.
球，小球。好球，刚才是许浩非常冷静的门前失射，球进了。